这是我们一个 M18 的对售红外，这边是我们的接收端，接收端是灰色的护套线，三星线的。接收端在待机状态的时候是不亮灯的，有物体挡住的时候会亮红灯，它是一个常开的电路，当有物体挡住亮红灯是有信号输出。然后这边是我们的发射端，发射端是黑色的护套线，两星的，它会常亮一个绿灯，绿灯亮的时候代表这个发射管是工作正常的，它面积也工作正常。